太美了。这是我妈妈做的。我们要把这个柠檬说这个像一棵树，对，就送给姐姐，因为我觉得姐姐特别的有责任感，然后特别的愿意帮助别人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让所有的小朋友可以在她的树荫下乘凉。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哇，还有意思的，好厉害呀。然后妹妹特别的有色彩，就像蝴蝶一样，对，蝴蝶一样，非常的活泼，非常的美丽。谢谢你。哇，你已经吃了，你太捧场了。可不可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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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鱼儿依依。你们昨天很可惜啊，你们出去做任务了。何洁做的那个菜也是非常好吃，他还把你们的分量都给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坨多的，你知道他吃那天你做的那个饼，这是那个饼，那个饼对，一直还想吃，你是不是还很想吃啊？想不想再做那个饼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啊，你喜欢对不对？嗯，下一集吧。下一集。你一样很夸张的表情说太好吃了，我才会做。来做一次给我看。来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每一期都做给你吃好不好？天天做，成功了。他说我还是害羞的。据说那里地貌复杂，回家的路困难重重，没有爸爸妈妈保护的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安全回家。本宁相信有爱又勇敢的你们一定能做到，请把我的乌龟兄弟送回家吧。我们出发之前做一个测试吧。耶，我的不一样，可以再来一次。来，去圆葱型。哎，哇，小鹿你好，小鹿成功。哇，又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就是秘密啦，这个就是秘密啦。好，我们走吧，我帮你拿，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谢谢，我可以的。上面的海风好舒服的。哦。小乌龟的妈妈是谁？大龟。小乌龟的爸爸呢？也是大龟。那请问是小乌龟的妈妈是大乌龟，还是小乌龟的爸爸是大乌龟？他们两个都是大乌龟。那请问是小乌龟的妈妈比小乌龟的爸爸大，还是小乌龟的爸爸比小乌龟的妈妈大？啊，这个难了。爸爸。爸爸大，为什么？但是我的妈妈大过爸爸。有一天妈妈。你问他哪里大？好吧，这个很深入的问题啊。那哪里大？说没问题，妈妈不怪你。啊，妈妈是44岁。对，她把我的年纪都说出来了。爸爸呢？爸爸是42岁。42岁？哪里呀？他43岁，还差几天44吧？好吧。啊，我从你的表情看出来，你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情。我一点都不在意，我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找谁的爸爸妈妈？小小的乌龟经常找妈妈，妈妈，他妈妈爸爸不见。亚达，欢迎来到国家5A级景区亚罗达雨林文化区。我姓林，叫林洪才，大家可以叫我林教练。接下来的徒步旅行将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，拜托林教练了，好好保护我们。亚巴达，亚巴达，亚巴达是什么意思？亚巴达是这里的名字。亚诺达是海南话123的意思，在景区代表你好，欢迎，祝福，再见的意思。在徒步穿越雨林之前，我们先测试一下妈妈的胆量。胆量？妈妈有没有胆量？天哪，好，没有的是可以回去了吗？我们有胆，生他们是什么胆量都有了。接下来我们先来玩一个雨林高空滑索，往那边，往那边去，往哪里滑？一高空滑索，
马上就要开始了吗？这次雨林高空滑索，全程608米，最高落差70米。妈妈还没好惊的。对呀、啊，好刺激的哦！我要试一下。你要试一下，厉害！各位宝宝们、妈妈们，这是雨林高空滑索，这一关小朋友啊是太小了，玩不了啊，只能让我们妈妈上。好，做一个带头作用啊！放心，妈妈去。可不可以一起？哦，不可以，只能妈妈上啊！给妈妈加油啊！好吧。我们玩。宝宝们在旁边给妈妈加油啊！哦，累哦。没办法，只有妈妈才可以去，对不起哦。而且妈妈在那边等你。能不能给她飞过去先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看着那边，妈妈去那边，你是全程在这边可以看见的。我在那边呢，你们就可以坐车过来找我了，并不是说妈妈飞过去之后你们就见不了我，知道吗？开始吧。好。妈妈，kiss kiss。拿那个乌龟就没有爸爸妈妈了。你想不想乌龟找不到他爸爸妈妈？你要太好了。哦，你想跟我一起去？其实我觉得有两样吧。第一就是，因为我太夸张了，我一看见那些东西我就说哇，好好玩的，哇，很刺激的，他已经很期待了。怎么知道到那个时候，林教练就说你不能玩。他就好崩溃了，你明白吗？哈，什么我不能玩？然后之后呢，就是我要飞得那么远，远到像一个小癌，是远到他看不见，他就没有安全感吧。所以他就觉得最好你也不要离开我，你留在我身边。你敢吗？我很害怕。他超级害怕的。那你要给妈妈加油啊。妈妈没关系，你一定会做得到。来，我们妈妈要装备了啊。他今天根本就不 care 我。不要，你不能做。鼓励我一下。你不要做。我其实也想挑战一下。嗯，什么？你也想做是吗？那你怎么了？因为你滑下去了，我们就没有妈妈了。有妈妈，你滑，妈妈滑下去了还是妈妈啊？你会听到妈妈的尖叫声不绝于耳。响彻山谷。我要看你。好，要看我。好了。哎，你最帅了啊！好了，抱吧。好了。妈妈没事，你看妈妈就是从这儿，隆就滑下滑滑梯一样滑下去了。等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我们才能送小乌龟回家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不想让小乌龟找到妈妈？想吗？不能等待，越等待越害怕，还不如第一个滑。加油！我先走了，朋友们，亲爱的们，我先走了。加油！玩得开心点啊！好的，努力，我等你们。哇！我走了，拜拜。叫声不绝于耳，响彻山谷。来，因为危险，来你往后，这样你太危险了。来，我们去坐着，等一下妈妈就回来了。来，你带她去坐着。你看，是不是啊？好舒服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她变小了耶！她变小了，很小，是一个蚂蚁，是吧？是吧？像一个小蚂蚁啊，它。对呀、啊，像个小蚂蚁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不见了，哈哈。好，你跟妈妈说加油。加油。七宝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努力。猫子拜拜。八七拜拜，八不急。拜拜。跟二姐姐姐说拜拜。妈妈，看外面就是好哥哥。我要最后啊，好吧。再见，拜拜。加油吗？
终点去了。姐姐，你安慰一下妹妹吧。孔明妈妈非常好的讲。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深呼吸。你看小鱼儿都那么乖，对不对？你自己飞过，你能不能让你妈也飞一下？我也想飞。你也想飞啊？你去问林教练啊。可不可以你问？林教练。哎。我真的不可以带着他们飞吗？小朋友太小了，玩不了这一个。他几岁才可以玩啊？这个啊，这个14周岁以上。14周岁。对啊。那就够了嘛。这体重也不达标。几重啊？对。多少重啊？体重要80斤。哦，你们只有34、35。对不起，帮不了你们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让一个5岁的孩子这样来改变我，我就觉得哇。妹妹乖，妹妹乖，我求你别动，站回去。哎呀，好危险啊！快快点回去，回去，能不能走了我？要不是哭死他了，不哭不哭不哭！哇，好慢啊，是不是我太重啊？哇，好舒服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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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肯定很开心，这是他最高兴玩的，肯定嫌速度不够快，是不是？肯定的，我要换挡。你别出来，你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啊，太好了，恭喜你，你也很瘦。我比你停得远一点，我跟你讲。他说停得越远，他就是越轻。原来是这样，其实我已经停了，其实我在动它。哦，真的，真的在中间就停了，是吧？哪里太夸张了吧？你看七宝在哭吗？七宝哭了吗？七宝没事了。我家里还没有，他没哭过。你那个已经停下来了，但是我的妹妹是全程哭。她现在还在哭。嗯。我真没想过他哭是因为担心你，还是他自己不能玩？第一，我觉得他是因为不能玩；第二，是因为我自己走了，他不想我玩。他想跟你一起玩。他觉得如果妈妈我没得玩，你应该也不要玩。哦，这个只是我想。他有担心，他肯定是担心我。他肯定是担心我。什么解释？我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太过分了，我都听不下去了。重点是我们不能抱着他们一起下来吗？对呀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因为其实这个不害怕，而且我觉得如果姐姐自己都可以，对，姐姐自己都可以，可不可以让姐姐自己过来呢？如果安全之下，他们有小孩可以玩的话，姐姐飞了没有？我得到一个最新消息，姐姐说妹妹哭得厉害，她不滑了。哇，太爱你家姐姐了！哎呦，中国好姐姐！啊，我真的有那两个宝，我觉得自己太幸福了。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去妈妈？我们现在可以下去找妈妈了啊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发妈妈的吗？妹妹，我们要去找妈妈了。好懂事啊！对呀，她是特别心疼别人、体谅别人。姐姐是这样的，而且很会爱护其他小孩的。对，更何况自己的妹妹。哎呦，谁能娶到姐姐？真的是三生有幸，七宝加油！小几岁没事吧？哎呀，我们家就越来越激烈了，已经。大白热火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好吧，开个盘啊！而且他亲我亲的，天天要亲很多遍。多的，刚才我要走了，我说好，让我走了。然后妈妈抱抱亲亲，抱抱亲亲了。我好了，走了。他说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然后扣好了，我说哎，再来吧。然后他说，哎，在做完一些东西之后再亲我一次。我说好吧，好吧。姐姐是这样。